刘哥，你在哪儿？听说你伤心吗？我回去的时候，徐刚已经死了。初步的证据显示，通缉犯王新元因分赃问题将徐刚割喉杀死，跑不掉的自首吴元哥。 警察，报告快一点！查一下，谁和那件事有关？徐刚不是我杀的，你抓了我，真凶一样会乱杀人。这件事我必须弄清楚。唐大哥，他比我们还着急要找到凶手。